曾经闭眼无数的陈冠希近日又有新的目标。有媒体报道称，今年7月，陈冠希在前往台湾的住宿店谈心计划时，意外看中了在他旗下潮店中的22岁台韩混血员工 Angela。 陈冠希大赞女孩清纯又不贪钱，想送卡地亚手表给她，但女孩说太贵重不肯收，反而看中地摊几十块的手链。冠希说终于找到真爱了。据悉，安吉拉不仅样子甜美，还拥有修长的身材，是陈冠希向来喜欢的女生口味。在与安吉拉邂逅之后，陈冠希立刻发动攻势，以员工出山为名，下公济私，带着安吉拉到美国游玩整整一个月，出钱又出力。据知情者透露，安吉拉刚刚从外国读书回来，不太清楚陈冠希的过去，所以至少不会拿着相片报给媒体炒作。